早安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呢？贵妇行程。哇哦！Thank you.
一个吗？应该有，应该算唯一一个离岸。啊。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. 来，今天呢，我要记录下美女起床的瞬间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准备要退房啦。现在是早上的9:21 ，Chloe 才刚起床。对啊，我起了很久。Chloe 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待会见吧。
们现在在里昂的什么车站 ？Paris 车站。好，我们要去搭火车去巴黎。
嗨，大家，这是我们在巴黎要住三个晚上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厕所，可是 Chloe 在大便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看。喂。然后就是心仪。这个美女正在整理她头发。她在看着电视整理头发。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要去香榭里榭大道。香榭里榭大道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终于走到吃晚餐的地方啦！我刚才还迷路了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法国时间已经将近九点了，我们才要来吃晚餐。我好像点了这个折扣哎。
费之后是我要去找他院长。嗨，现在是看对面有没有波波。巴黎的晚上10点半，我们刚吃完饭要回家了。然后现在欧洲的天呢，都是大概10点天才会开始黑。对，所以呢，就算是10点睡的伊森寇，现在还是很有精神。所以我们等下去酒吧。没有没有，我要睡了。再见。英国时间大概是。早安大家，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要去罗浮宫还有奥赛美术馆。
麦当劳休息，因为今天的大行李。这样行程太累又太慢了。要感谢谁帮你上下楼梯搬来搬去？医生课。我希望他幸福。我们现在和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见面，他叫雅娟，我们是在里昂的语言班见面的，然后他现在很厉害，是一个服装设计师。Even when you're crying, you're beautiful too. Don't want it.